从前有座山，这山上呢有个凌云学院，有一群少年来此拜师学艺。春秋正义里边有一句话，中国有礼仪之大，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礼仪的民族。四位班主任在江湖上都有响当当的名号，他们的教育理念是缺哪门就练哪门。透口气再继续吧，都湿透了。希望你们要信任对方，两个人合作。少年必须文武双全。台词是可以改的，从一个悲剧可以改成喜剧，只是你怎么说而已。想来我的班的呢，不用起立。啊，都想来啊。练本事不止招式，更要修心，就是上文化课。玉盆先手弄清泉，琼珠碎雀圆。琴棋书画斧钺钩叉，各种课程文体两开花。咱这没有选修课啊，全是必修。那有考试吗？当然有。勇气特别可嘉。不是，你再敲就是击鼓鸣冤了。好喜欢你的表演，你很投入其中。这段表演太作品了，一整个散发青春洋溢的氛围。五场考试一一试机，如果考不过就得先行下山了。你很投入，很认真的在完成这个舞台的每一个动作，那一段太好听了。跳得好的，我没有亲眼看到过别人跳得比你好。少年之愿，世界嘈杂，寻觅于天地，做个学徒。少年之情，正如树冠要凌云，必将深深扎根于土壤。我只能说很帅。少年之行，燃凌云之志，练每日苦功，成为品德兼修、文武双全的中华少年，向世界展示自信之美。学院开课，先生入座，各位看官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等正片上线。喂，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，就让你再也见不到我的挣扎，就放手吧，说心里话，那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吗？难过只写在我手机，深的还需要你忘记，就快走吧，我晚点就回家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去水流觞开始，怎么样？来，也是由班主任，我们来。起。谢过李若彤老师，朱远成请谢明君喝真果粒。谢明君谢过朱远成，谢明君请李文杰喝真果粒。李文杰谢过谢明君，李文杰请柳仲贤喝真果粒。柳仲贤谢过李文杰，柳仲贤请。傅松喝真果粒，傅松谢过刘仲贤，傅松请刘仲贤喝真果粒，刘仲贤谢过傅松，刘仲贤请。来吧，仲贤，就是在你手里，嘴还瓢了。他是口渴，他是口渴，想喝我们的真果粒花果果奶，是不是？来吧，我们来先回答问题，怎么样？好，来哦，来，我们若彤班主任来提问也可以。哇，春风送暖入读书，上一句是什么？爆竹声中一岁除。对，哎，那么他 是看一眼，我也没什么文化啊。对的，哎，那么他是谁的什么诗呢？王安石的《元日》。错，表演。啊。给你机会，给你机会表演。那我给大家表演一段。老师是不是错了？错了，错了。嗯，啊，对对对。那我给大家表演一段。是我错了。
没有没有，我们来说啊，刚刚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，仲贤回答的是正确的，所以呢可以喝下我们代表正确胜利的榛果丽花果果奶，但是呢也要表演。 对都要来，我们喝的这个时候要配一个蹲蹲蹲的。哇，全场人在看你喝奶，什么心情？喝多了。翩翩少年果真是你，翩翩少年果真是你。哦，哎，好来了，好来，接下来是才艺展示时间。好，那我给大家表演一段 B-box。哦。刚刚我觉得还有一位，自己出来吧，觉得自己觉得自己觉得出来了，就我了。来吧，你的展示时间，今天要带什么才艺来给大家？我的软度吧，我觉得柔韧性还可以。我活动一下，活动一下。哦，这么软。这是热身环节是吧？热身一下。哦，热身感觉已经是才艺了，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是不是要退后点？哇哦！哇！我可以打快板，我打快板。就是要么唱，要么跳的啊。所以你们会有人夜里唱主题曲吗？要 Q 的哈。有唱。来了。嘿呀哦嘿呀，结束啊啊，这就没了呀，那三，那一起来吧，我们台下的少年一起来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，走。山巅深海，几度看风吹过，灯火依旧的人，这是我。跟他的世界在对岸挥手，他说嘿呀嘿。在大雨滂沱，一身轻松的人，这是我。跟你的生活在快乐贴着，他说：嘿哟，嘿哟。打个窗户让孤单透气，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。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，像光影一样华丽。好，好，谢谢。然后再次要，那我也唱一首吧。一首唱一点儿。逃不过向往江湖之间，忘不了惊鸿一眼。独自眷恋望寒星几点，忘词了，不好意思。都有好吧，要不好的。厉害厉害，场地太小有点撒不开，不够不够你施展的。不管风月，我继续等你回，悬笔一绝，那岸边蓝千点，情字和解，怎落笔都不对，而我独缺你一生的了解。哇，唱歌的时候很标准，完全没有口音，很棒。哦，没有云南口音吗？唱歌没有没有没有，唱歌的时候因为你可能跟着那个歌学嘛，他的吐字发音是正确的，所以你就正确了。那以后我跟你们说话都用唱歌的方式吧。来这里有什么目标吗？就是在这里慢慢成长，然后学会一些标准的普通话。标准的普通话哈，就是来到这里，来到凌云学院，学会一些让自己成长的东西，和大家一起在一个目标前进，一起努力。好，谢谢。脸太小了，脸太小了，对。那我就
来一段京剧的唱段吧。嗯，我清唱。清唱京剧。梨花颂，京剧。梨花开，爱春带雨。梨花落，春日泥。此生只为一人去，到他君王起一时。情意是天生丽质难自弃，天生丽质难自弃，长恨一曲千古迷，长恨业余了，他们有自己的个性，有自己的长相，嗯，都是世界上不可替代的，哪怕是你是双胞胎，你也是另外一个，所以我觉得要保持他们自由本身的特点，不要把他们到了学院以后然后就教得很不一样啊，好像从凌云学院出去的有种凌云气质，那不需要，就只需要有一种中国人的气质，独特的气质就好了，就是每个人属于他们自己的气质。好，那我啦，我选择疾风致劲草，下面还有一句真经烈火念真经，可能我用粤语会念得更顺畅，那我们想听一下也可以的。真金不怕红炉火，真金不怕红炉火，对，这个我觉得更贴切，然后我希望我的少年们是在可以像小草一样，哪怕在很大狂风之下也不会倒下，而且在烈火的锤炼之后把你真金的本色可以展现出来，遇到挫折的时候我需要的你们是韧性还有你们自己的个性，然后外貌呢，我希望你们都拥有我们国风少年的精气神，很多人都知道啊，我比较喜欢健身，那我看到我们每一位的谢谢啊，看到我们每一位的少年，我知道其中都有一些很喜欢运动的，找一个机会我们做一个挑战一下吧，卷福看谁，我就等着你们了，好，这个就是我的要求，卷腹，精气神，谢谢，期待每一位少年可以像坚韧的小草一样成长。嗯，我选择的是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，就是我希望少年们可以像竹子一样坚毅不拔，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有气节，要谦虚，然后呢像竹子一样有挺拔的身姿，潇洒，然后让我来看看少年们有没有像竹子一样挺拔，立起来，拿出你们的精气神，今天是把你们介绍给世界的第一天。哇哦，说完会一阵的那种感觉，介绍给世界的第一天。这个严师出高徒这个标签是被动接受的，但是我发现我还真有点严格，刚才呢就是严谢老师说你们要像竹子一样挺拔的时候，我一眼就能看到昌龄是在夹肩膀夹肩，你看他现在还在夹肩，放松立起来，对，对我就是这么抠细节的人。老师，我也是，就是驼背。不是，你是教导主任，我不敢。对，就是严师出高徒是第一次我们在青青剧场的时候，一次摸底小考的时候，所有的导演组的同事们在监视器里看到的我的狰狞的面目，他们就觉得我比较严格，然后语气太重，我觉得。我不认，反正播出的时候你们看吧。会是我们从来没见过你的一面吗？我觉得我挺和风系。谢谢。
不是少年和比利长大了。好，很像，没变，大一点。尤其是姑姑给我画的，我觉得特别有感觉。乖乖孩子，把文件过来。你这也，你这也太大了吧？不是行，啊，那太大了，这个有点大吧？这个太大了，你点的就不是那样，对，意思对你点的就好。有点大。大神，大狼神，有些不如比划一下。乖孩子，哎呀，哦。要大的，他的大还是我的大？我的大。知道我在给他画的时候，莫名其妙的，对。我的浓，我在一起，我的浓。嗯，他的也很大。我也画大的。看起来好乖的样子。哇，这么乖啊！洗个把头。他现在也像。好。好，谢谢，来合影留念，我们可以到舞台中央一点。来，三二一。哦耶！哦耶，在那里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肉桐半尊。还是你们本人，太小了这个照片。画一朵花出来就是唐朝侍女头上的花钿。我感觉大家都这个环节都觉得很新鲜的感觉，那你们对，啊，还有个香烟。
我感觉这小时候的照片跟是多大的呢？黄豆还是绿豆啊？这儿呢？您就想着二郎神什么样，您就点什么样吧。不差不多大吗？对，我是开玩笑，其实就是那这个点一下意思一下就可以了啊。要不画个哦。真的很认真的在点哎，导演组冷静一下。现在是万成哲，撩一下撩一下刘海，点眉心，只能点眉心了，哎，眉心。于教授有点成一字眉的吗？啊，没。你是说连心眉吗？连起来那个有点太二了。哦，那个不会看起来格外睿智吗？哦，哎，好看耶，真的。上一次点这应该还是幼儿园的时候吧？是吧？是吧？幼儿园的汇报演出，画个小红花。谢谢你，不要越来越低。来，下一位，自己上前啊。你想要长什么样？哎，你小时候乖。哎，你是不是就是那种少年，就是跟我一样，就一长大了就没小时候乖了？啊，是吗？啊。他现在也很乖，静姐真的点得很认真。哦，谢谢静姐。那必须要来下一位，真的。哦，小朋友，明天点个大的。嗯。别动，歪掉，放松。真的，孙东感觉在。被打针一样，在装发，确实有点像。不好意思啊，真的很认真，就是。不敢。来，谢谢，谢谢宁静老师。哦，下一位。哇！哇！从小一股书香气息。一男都没有变。我请问你是唐僧苦吗？还是？哎哎哎！仙吗？还是谁？你需要是唱男演员的还是别的？我也要大个的。大个了。嗯。二个大智慧是吗？对，这个真的很有仪式感。嗯，你看清楚我没有？嗯，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就端午节点这个朱砂。谢谢宁老师。这个已经退休了，但起码就是说用汗的。哇，这个真是看不出来是你。啊，这是你白天吗？没有，你仔细看他那个五官聚集在一起的那种凝重感是一样的。你要不给我画个王吧？画个王，画个王。